Hello，大家好，Skin Club 送枪给粉丝的系列第三集来了。上次讯息有点多啊，加上 YouTube 账号被盗，所以玩了几天送给大家。这是我已经都万无一失了，因为玩这个抽枪游戏是要钱的嘛，你要抽造型枪要钱，所以如果有平常时这种钱花不下去的，可是你有想玩造型枪的，可以私讯我 IG。上次有送过的，就给没抽过的人一些机会。我的 IG 是 SBKI 巴西。再次提醒各位，这个就是玩好玩就好，不要想着赚钱上头，到最后你会钱一下子就没了。真的是好玩，抽点造型枪玩玩就好，不要上头。我们直接开始介绍这个网站，如果里面有抽到什么想要的枪，大家可以直接跟我说。今天抽到的枪，老样子，你只要储值、抽枪、升级枪都可以，每天24小时都去开一个免费的箱子，反正99.9%都是垃圾，但是你有零点。几趴的机会可以抽到很好的枪，可是因为这是免费的嘛，所以不管怎样都是赚。只是你要每天准时去开启这个箱子，这样迟早来说就会回本。十等的武器箱，我自己的经验是除300台币就十等了，每天可以抽两个。每天增加0.03元，一个月下来。这也是个不错的数字了，你也可以是可以换一把不错的枪在你的 CS 里。我现在已经抽到3把乐色枪了，那你想把乐色枪变得更好，就是按这个升级的 upper 什么升级，你就可以升级你刚刚选的武器。刚刚三个加起来0.09元，有73%的几率变成0.11，会变成这把枪。输了就全没了。赢了还有得玩，OK，这种都是很正常的，反正都是免费箱子抽出来的，所以有时候输了很正常，没关系，明天继续努力，不要想说这次输了你就直接暴气再储值下去，只会输得更惨。你如果想要走这种小资族，每天当免费仔的策略，真的就是稳住，稳住最终就是会回本的，你获得的东西。OK，我们直接来抽枪，这是新的武器。它每隔一段时间都会推出新的武器箱啊，这个看起来还可以，抽一次30枚，最烂的有10枚，可是其他的都是16枚以上，这个回本的几率应该蛮高的。哦，这把是什么枪呢？21枚的，还可以。其实你只要30枚，如果是 CS:GO 里面。你抽枪，你如果花30枚，你大概只会得到3枚。但这个网站不一样，你至少就是至少会亏一半啊，不会像 CS:GO 里面你会亏90%。我是觉得这个网站比 CS2 好的点，而且也没有溢价。很多人都会说这种网站有那个溢价，但是没有，我查过了，没有溢价。再次打开，看一下能不能开高于30枚的。切记不要想着回本啊，图个乐，享受抽枪的过程。反正一定是比在 CS2 里面抽还赚的。哦，这把回本了，欸，这个箱子不错欸。再抽一把，AK47。OK，以上抽到的三把枪，有没有人想要的？先密先得啊！刚抽到这把16枚的 AK，其实我觉得蛮丑的，可是这个是价值16枚，大概400多台币，你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等值的武器。你如果想要换这把 AK，就直接换，按住，然后这边差额它会退给你。OK，换到这把枪，你就可以点你的头像进去你的仓库，只要按这个领取，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枪提到你的 CS 游戏里了。这整个过程大概只需要30秒啊。然后，如果交易有问题的话，右下角24小时的客服为你处理。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可以点我资讯栏还有置顶留言的专属链接，储值就会有10%的优惠哦。之前有那个世界级的比赛活动啊，是不用储值你也可以抽到东西的。但是没有活动的话，基本上你要抽枪一定得储值。所以建议有点小钱的人在玩，有闲钱的人在玩。想靠着赌博发家致富的，不要玩，因为你永远赢不了。
然后像这种抽枪网站啊 ，Skin Club 它的机制是公平的，你每抽一次，你后面的那些运行的程式码、装置码都会公开上来，不会有那种篡改几率的问题。然后像如果你抽枪或是去升级武器，都会获得这种代币，它这个活动都是一段时间都会去刷新里面的物品啦，可是你的代币是不会变的，你的代币不用花光，所以你可以慢慢存着代币，等到这个里面的奖池是你想要的武器或是箱子，你就可以去换。像这边200块直接换一个4美元的箱子，打开看看，这个就不管怎样都是一定赚，因为这是免费换来的。看一下能不能抽到什么好物，最烂的是 1.2 枚。OK, 垃圾。这把谁不嫌弃的直接送给你。里面还有非常多的功能，但像这个功能我就不推荐你们玩。Battle, 跟路人纯赌，赌谁抽的枪比较好，谁抽的枪比较烂，就可以把对方的武器都赢走。这个风险太大了。最推荐的还是抽枪然后拿去升级。你要狠一点就是直接按这个两倍。你可以把武器价值变成两倍，不过几率只有40几%，非常的低。这个不抱任何希望，你要玩这个就是不抱任何希望去升级，因为几率实在是太低了。抽如果有中的话，真的直接收手。这把照样送 AK47， 什么 Mistake 的，欸，这把很帅，欸，这把真的蛮帅的。抽抽抽抽抽，私讯我 IG SBKI87。每个人大概只可以得到十枚左右的枪，因为每次来密的人数都蛮多的，所以我这个每把武器的那个预算不能给的太高。抽一下今天最贵的枪子，最新的60美元的枪子，能不能获得个手套呢？哎。亏，再抽一次，受不了。我操，抽到手套了！有回本吗？我中哪一个？60美元 ，OK， 回本了，这把卖掉，我又有钱可以抽了。有，第一次抽到手套，不过我觉得手套蛮丑的，所以我游戏里都没有装。我操，又抽到手套了，没有机制哦，兄弟们，翻了好几倍，翻了快10倍啊！这个箱子不错哎，啊，没有了，这把又是刚刚那一个吗 ？OK， 见好就收，见好就收。我刚刚从200美，现在又变成900美，这只是个个案啊，不可能每个人都这么好运的，所以不要想着。你可以用这个来赚钱，小赌怡情。如果各位真的还是想看到现在还是真的想玩的话，欢迎点我的资讯栏置顶留言的连结，多送你 10% 的出资优惠啊！还有私讯我的 IG SBKI87， 没钱抽枪的可以回馈一把造型枪给粉丝。今天影片就先到这里了，我们还有2集，之后再见，拜拜。